好啦，第六條啦，咁問你啲不等式啦，問你邊啲嘢啱嘅，揀一二三啱嗰啲咧，最好你就揀啲容易啲嘅，踢走啲答案先。咁我會睇到 B 二次大過 C 二次咧，呢、這個留意下啦。咁 B 二次大過 C 二次啱唔啱咧？咁你留意喎，C 係負數嚟嘅嚇，呢、這個負數，呢、這個正數，咁就可以會盡量諗錯嘅 case 啦。咁舉例啦嚇，如果 C 係負10嘅，咁B 係一嚟嘅咁樣。咁其實已經衰咗啦，係咪？C 二次其實係100嚟㗎，B 只係一嘅，所以二咧係唔啱嘅。咁即係交叉咗呢兩個啦，一就一定諗啱㗎啦，爭個第三。咁就佢話啦，AC 咧係要細過 BC 嘅，咁你 A 就大過 B，A 係大過 B 嘅。咁你一齊乘個負數咧，係負數嚟嘅喎，留意下乘個負數。乘完負數之後咧，咁就應該係轉咗方向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一三係啱嘅。